棒子！呼！我输了。爹，你怎么又喝多了？可别让我娘瞧见。喝点。郡主莫要生气。你也喝多了。几个时辰不见，郡主依旧如此冰雪聪明。我闺女。今日。我也是说聊得愉快，对，愉快。刚才妈就痛饮了几杯。是叔，你和我爹什么时候这么熟了？就在今晚啊！这酒过三巡之后，我才知道，原来今天侯与家父竟是少年之交啊！我跟他家是熟，我与侯爷错过了很多办酒言欢的机会。是啊，是。好，以后喝。走，跟我一同府上喝。是。酒逢知己千杯少，是啊，若某今夜不愿与你分离，师叔也舍不得你呀。郡主可是要加入我们？谁要加入你们？我告诉你啊，程文博，以后不许再喝酒了，不然的话，不然的话，郡主想对在家做什么？我想揍死。哎呀，世侄啊，世侄，我女儿呢？她走了更好。走，回府上喝。走。你们知道吗？这大长公主是班师叔的母亲，是郡主的祖母。这郡主的祖母，也就是我的祖母。哎，祖母，喝。哎呀，公子呀，眼下虎符下落不明，皇上因为石家的疏忽，对其频频冷淡。我们不如将这消息散播出去，引动班家和石家两虎相争，我们正好浑水摸鱼，趁着公主府乱作一团，我们一举寻到虎符。不行，这虎符在不在公主手里还不一定呢。依我看，这事还是告诉皇上好，免得皇上猜忌公子，引火烧身。我以为此题还有别的解了。喂，此时公子所说的话还能信吗？你们两个莫要在我面前说悄悄话。看看，张嘴啊，铁子。今日啊，我与敬亭侯前去喝酒，在这酒桌上，侯爷告诉我，郡主有一次小时候去郊外游玩。亲自救助过一名想要自尽的无衣老妇。无衣老妇什么意思啊？依我所见，公子是在暗示我等扮成无衣老妇，博取同情方可深入班家。看不出来啊，王先生还有此等癖好。你，哼，胡乱猜度，犹如斯文。